AssuraSec。那么我也鼓励大家，如果说你觉得台湾政府需要跟这些国外议员有什么沟通的话，跟我联络，我们可以很快的把很多这个 MOU 或是这个开会的这些记录好，让美国以及台湾的人民知道这样子。好，那么 with that 我献丑一下，拉一条那个望春风哦。就是我们很可惜啊，如果说川普赢的话，他可能会被调回。